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可以控的案子以后，那投票的结果如果它过了以后，那个我是陈昭伦，那我是中研究院生物多样性中心研究员。那大仁藻礁它已经有7600年的历史，那它同时也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在浅水域的这个藻礁生态系，它具有非常高的这个生物多样性。那我们希望它能够留下来，以它最美好的状况留给台湾的后代子孙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藻礁公投。我在文大，一起救藻礁。我在南华，抢救藻礁。我在嘉大，一起救藻礁。我在实践，一起救藻礁。我在台大，救藻礁。我们在辅大，一起救藻礁。我在东华，一起救藻礁。一刻联署，不留遗憾。珍爱藻礁，联署达标。我在台湾海大，一起救藻礁。我在。